我再往右边走，余村这个重要技能。你装桥了吗？我们看你们先把这个防区控了，然后往身上过。我就不装了，把我直接过去。没人。搜过。怎么？搜过。把这里加三彩的就可以了，感觉。过去。谷仓加小红区也可以。来。一人。哎，那谷仓有。谷仓有是吧？有。那你把我们这边踩了，然后加那什么？你这边是枪是吗？对，枪是。枪是左边的。高上的。谷仓的。是谷仓的吗？啊，那天我刚跟你聊。中间那个，OK，捡到。给你快过。掉了，给你们两个药。捡到了吗？你把针挪一下，嗯，那我开个木桶走吧。但是没有人。我跟你吧，这边。地方去了，打起来。马车给我呗。地方去打起来，听吧，通家宝。我跟你了。哦，这个机会不够，你看一下。这里有人。咋走？到时候你可以把车来借了，对面我们被借了。对。通家宝，我们是新王区的，天霸招了，天霸死了一个。他们两个都是海王吧？我靠，四下没死。没有，因为现在那边的画面。可以啊。拼命滋嘛。啊，没有枪在这边。我的包哥。怕他顶我们。有，还好。你们能看到枪头是吧？我这几秒。没耽误。怎么叫？来，我把四倍的给你。啊，要四倍的。嗯，来给你。有红点吗？要过桥，有一个。给你个红点。牛批啊！他们直接过桥，不钻。哎，杨哥，你先看啊，看看。我们这边是吧 ？OK。往里去了一个。我和令在防区呢。OK， 我负责盯死他。他和小张是一队的吗？嗯。这应该是TC。天霸。旁边是天霸的。你们叫个人，赶紧啊！他们打到你。看到了，还好。再过，再走。那我也走。往进去。来了。我你打他对，没踩伤吧？他们踩沟里了是吧？我看一下，他踩沟里了。对对，他真的踩人了。喂，别开车，接我回去。接他去。我叫蹦蹦吗？能接你吗？都行。就一个。啊，你们给你打他去。走。那我们得把后面岸给踩了。哎，这里有人。这边有人。没动我们，那个上面有人是吗？对，哪个地方？你站在这里。对，那个也有一个。OK。太凶了吗？救了。OK。不要盯全羊。他应该会死。妈，好卡！不要盯全羊。我在盯。浪费子弹。他身上好像还有人，感觉这个地方不是跟堡垒一队的。
要盲单据的，盲招的，把这天霸，霸，那天霸死过了，四死了一个，这是四 M 的，靠近我们这边是四 M 的，直接天霸死一个，嗯，那我们这个保里包是谁啊？那就是把我们进来呀，我看一下，他们打起来了呀，这没有一个，往左边跑一个，没走，我边跑一个，帮我加点，往左边那边走没走？倒了，别跑倒了，怎么说？别搞外面。你不是真的都那堡垒怎么办？你看看，你看堡垒有没有？我给你看堡垒的。我去看堡垒，看一眼。堡垒我看不到他，没漏啊。没漏。咋的？听到堡垒刚干了。可以干。你们暗边踩一个，被巴杀了。接顶他吗？可以接。哎，今天打不了。打打不了。不好打，我觉得。人多。堡垒容易被很多人去。他 TC 控制有点开，不知道死没死过人，没死没死，满编。他没死过人，我们跟他打就很难打。如果我们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嗯，不着急不着急，等一波哟。哎，我们先，小心堡垒摸我们就行了。别落堡垒车子，那个波我们是踩不出去的。那 OK， 那我跟你待房子。那这个血量没血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武昌没血，武昌没血。哎，这个我们能不能直接拿红点啊？武昌没血，别说话。进去打一个。别说话，就砍武昌。就砍武昌。就一，进去打一个。OK。我给他们去。砍武昌，他自己玩。我看那堡垒也没人了。把武昌的人往上逼，拉去打蓝地。OK。也打一个，你看他们不？补了这个人，补了补了，我补掉了补掉了，这老爷干嘛呀？这烟里估计，烦死了，丢丢丢，这边有人啊，看一下啊，看不到看不到。看不到他，这一块的，这这是十两，单吗？阿拉也是十三个，我十三个，十三个，单十三个，这一块的，他哪去了？就等一瓶啤酒，我随便玩。我这能装吗？我就一百，分不了。地址，零点零点二六。体坛也去了，体坛死过人了。等一下，最多就换下视野吧。少了，我再看后面两边那里。你们哎，得跟 TA 打一下。我去拉他去，我去上方点。右边看不到，我看不行。高了，微博上方点可能报的。微博禁掉，通常是微博，不太确定，应该就是微博。就那个不见了，这个只是放放枪而已，不太确定。大概是微博，微博。我们欠他们吗？嗯，像微博，像微博。是啊，现在打三个了。给我打一个，我直接一波了。结尾了，哎，他们没缺。我没缺。他们缺了，电缺是缺，电缺是狗砸的。OK， 电缺是第一个台词。放人数，我们算死就行。天狙死一个。嗯。还得做做点事情，说实话。可以吗？我一张。不行，你二级技能踩上了，你就那个了。天狙死了一个。三个。他落枪了是不是啊？在黄色边。不是不是，在右边点。是吧？我拉一下。天霸也死了一个。嗯，路上不在这里，那没。那还是分过去了呗。上不去啊，这。上不去，那我保好。要不就我全部丢了。来看。那刚左边开枪是哪？我去看微博那边了。我去看左边，我在房顶管理下。这里有烟。
在打架是吧？二级他们都应该现在主狼在打了。爽，天雾了。啊，我报一下，天霸三个，然后天珠三个，然后破掉火还有几个？微博吗？六个。微博爽，不是，留级留次的。那微博这边就两个吧，还是三个？就五个人两个队。哎，可以做事情了。感觉可以，我也去吧，去吧啦。我去，有车。我们这边是控制九拿下感觉。右边三大队，阿紫去左边一队。我去左边控制。阿紫在这里控制。石头有一个。没有了，太低了，输出不到。这石头有一个。不要两个金马一个。你们可以去这里。金马有一个。有车吗？只有一辆车吗？我就是你们俩先看的 S 区。好的。行。让我先用。你们看的 S 区 ，S 区这块主动往前。哇哇 S。这联军补的吗？双，不过十一个。要不然锁了，是不是？刚十六个。你想挨机了，我们是走的很慢，我看不到了。我挨机了，不死。啊，是挨机了。挨机去拉了一整片喷火。你们打左边那个人，我看他们跳了。再打左边那个人，哎，切给我们了。我们去家这完事，就大概率就是我们这个挨机去了。吗？我去左边说。哎，我让天宇哥，他是哪边？一吗？妥了，金马一个，我丢个脸。这边有人。是三一。方错没打。要不你们是哪的？是哪的？哎，你是美宣的。我这他补的，天马是补的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那我来跟你。对。你说，要五张狼。有车，摇来五十。好了。哎，大黄车，大黄车，转去房子。中两个。我们就上去。房子全放了。图呢？刚才哪个图啊？我问你。这个呢？你帮我数啊。是的。我们两个。看着放哪个，然后找机会直接打了。嗯，这没车的。但我觉得他得冲出来了。右边防区有一个。右边防区。那就跟他对枪，放倒就可以打了，懂吗？放倒就能打人。你可以要告诉一下为什么？对方的一个，你跟他说吧。就左边两个人。看不到。打残一个。哎，他是每次也看我吗？你可以提示我。有，每次都看。哎，他好像每次也看你吧。有事也看我们。左边那个电话也看。你打不进。啊，这个房子右边那个。对，我可以打几个，我感觉应该能贴厕所。我还有两个。贴厕所就无敌了。这房子有一个。打了一个 ，OK， 左边房子，哪个？右边，左边，右边房子 ，OK。他在叫，我接过去，他叫我接过来了。嗯，等我，大哥，兄弟，小斌，小斌，他在右边。小斌，给我们左边。有章有法呀。嗯。来看看积分榜，六到第十五名分别是天霸、RSG、LGD、AG、秦九、DKG。对于 4M 来说，是真正的
碰到了墙壁啊，一鼻子灰，这个没有满编作战的这种可能性。周淘汰榜排名第一的是 TMG 的小帅，第二名是 TMG 的雷仔，第三名是 RSG 的何将，第四名是 TMG 的阿杰，第五名是来自佟家堡的维森。接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因为昨天的是 OPPO Reno 6 Pro Plus 和你上场一起赢，获得 MVP 的 RSG 何将，五个淘汰，八个 RSG。